花朵耳环。黄色的折固定，黄色对折以雀头结的方式挂线。黄色左边留七厘米以斜卷结的方式挂线。以同样的方法再挂一根。以同样的方法再挂一根白色线。这根线做轴线，其他做绕线，依次编写卷结。这根做轴线，其他做绕线，依次编写卷结。把第一根黄色线拉下来做轴线编写卷结。编左斜卷结。编右斜卷结。编左斜卷结。一个花瓣完成了串上珠子。这条线做轴线，其他做绕线，编写卷结。做轴线，其他线做绕线，编写卷结。这条线做轴线，原来的轴线做绕线，编雀头结。
卷洁。编左斜卷结，第二朵花瓣编好了，按同样的方法编完剩下的花瓣。翻到背面固定好，编三组斜卷结。穿上耳钩，编斜卷结。中间串上小米珠。剪去线头稍扎好。耳环就编好了。下期再见。